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66号公路。准备防守，选择你的英雄。什么鬼啊？什么叫阵容？再来个奶啊！奶。奶，快奶！正义必将得到伸张。行动的时刻到了。妈的，要奶吗？哎妈！这怎么办嘛？他怎么有人就摔死了？开始进攻。什么个鬼？哼！群里面有人问有没有谁来自于这个行民航这个行业的，把他杀手好出来抠鼻屎。荣耀的战斗，即是我生存的意义。给你架好。一，敌人来袭。没了。阻止运载目标。撸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哥挡着呢。左子兽。他能自己修自己，所以说他很坚挺。就这么大火力，你知道要怎么样吗？领主降临。妈的杀手好。发现狙击手。黑百合。哎，先等会儿，先等会儿。我这边先操作一下。妈的，这边有妹子在 QQ 上找我。哎，我一边直播一边在 QQ 上跟人家打东西。不是你妈的，你这是要走哪儿？不要误导我。
哎呀，老子妈的，我一边直播一边跟人 QQ 上打字，我操妈的，他们都要拱过来了，你大爷！妈的这边，哎呀，这个队伍他不要奶吗？没有奶吗？站不住呀！我操操操操操操！啊，还好机器人可以修自己。运载目标抵达了检查点。妈的，这怎么办嘛？妈个吞，老子炮台架起来！哎，算，我错。来点音乐。哎，老子怕屁股后面偷我。妈的，我教你做人的道理。我要不要我教你做人？妈的，你奶妈不得了，老子追出来干！哎操，我时间快到了。啊，妈的，时间到了。好了，别动。坦克虽然猛啊，但是架不住他们人多。黑百合运载目标即将抵达终点。看到你们了。妈个！这怎么办？妈的，屁股后面绝壁了！哎呀，帮我奶一下嘛！妈的，没有奶妈，好痛苦啊！妈的，炮台火力猛的，哎，他怎么就推走了？老子撸不死你！妈的，你看对面打的真他妈的好，而且配合也好。哎，你够了，先把自己奶一口。我看到你们了。什么鬼？妈的，吓死我了！听见麦卡里开大的声音。什么？擦！他在哪里在撸？哦，在这里啊！老子往里面坐一点不就行了？哼，被我撸死了吧？妈的，教你做人的道理，坦克大屌教做人。妈个蛋，你狙击枪不得了！哎呦操！我靠！我一炮把他撸死了，炮弹飞行的过程中，他又一枪把我狙死了。咋都遭不住了。哎。哎，这个没办法的呀，这个妈的我刚刚必须往前顶，这个反着冲锋才能把这个东西弄回来的呀，不然他们就刚过来了。我们这边不要奶吗？这个怎么遭得住嘛？啊，正所谓划船不靠桨啊，实力全靠浪，哎，操作不靠手，输出全靠吼。你看刚刚老子一吼，就把那个黑百合给吼死了。我讲前面这帮人都是去送命的，不要相信他们会被坑的。你就怂在后面，等会儿就有人来过来给你送肉了。但他们如果没有把人放过来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也可以。因为这一把本身就大裂了，再往这儿送，妈的就没地退了，就赢了。他是他们赢了。我去你大爷！保护传送面板。他别从后面过来啊！妈的，坑的我没办法，逼我用这么猥琐的英雄。阿西吧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妈个臀，法老之鹰，我操你大！哎啊啊！不操，不能爆粗口，对点啊！他比我先坐下来，阿西吧。好，你看他坐下来之后，他还可以焊自己，电焊枪一焊，他血量就加起来。你看吧，他比我先坐下来。两个东西属性一样的，那肯定是先输出的战友嘛。
哎呀，我好痛苦呀，为什么会这样嘛，妈的，老子，妈的，他们那个炮台绝壁在那个里面，我操，哎，一口血，全场最佳，我靠，我还是全场最佳，我他妈感动的尿都要出来了。我看到你了。哦哦，你看就是这里，妈的，猛不猛？简直猛如狗。哎，刚才你们在说什么？妈的，我一激动就没看弹幕。哎，每次进来为什么他要再刷一下才会出来吗？哎，这个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现在不能开那个，不知道为什么开了他会卡。正在进入魔王大道。准备进攻，选择你的英雄。国王大道是吧？哎，我选个76好了。哎，有没有奶妈呀？我发现大家没人喜欢打奶妈。妈的，你前面再刚猛，他狗着的没奶怎么办？怎么两个黑寡妇？你不要，不是那个黑百合。哎，我靠！妈的，台服以前翻译跟这个不一样。好，有个刚线的了，再来个奶，我跟你讲就完美了。奶呀、啊，奶不奶呀？我们现在都是士兵。我操！妈个蛋！哎，你出不出奶嘛？哎，咋不出？有原氏做突击了，我。你们都不奶，我来奶好了。他这个是个 buff 奶啊，可以一个加速 buff， 一个奶 buff， 来回切换。啊，那个人选择了裂空。哎，他有个技能，你看可以在墙上溜达。强强这招。别担心，朋友们，我是你们的护盾。走，妈的，上去跟他们刚了，不要怂，就是哎，给剪擦，妈的，炮台有多不得了，你看我们家的盾牌真会玩，我操，妈个，我他们要不要这么猥琐呀，你妹啊，西吧，哈哈，六，够不要脸，够不要脸啊！果然是个不要脸的料，妈的，老子偷偷摸摸的拐上来。哎呦，你再出来啊，没事，你不出来也可以，我就是为了偷这个的。前面有敌人的炮台。哎呦，救命啊！哎呀妈的啊！哎，老子跑！哎呀，擦！狗，我这个毒气，老子自己把这个奶回来。妈的腿，老子把，哎，把他干下去！哎呦，那边还有一个啊！哈哈，没狙到我，老子风骚的走位。喂，别！我去，左闪，我右闪，哎呀，妈的，这个子弹太密集了。这个炮台一般在后面是很难被反掉的，然后现在。他们这个枪杆子这么猛，哎，这个原石不给力啊！看我来玩原石。前面有敌人的炮台。金科死，武士。原石，哎，为什么没有半藏啊？半藏是原石的哥哥，原石不想继承家产，妈的跟家里面闹掰了啊，掰了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跟家里面闹了很大的矛盾，然后就被改造成了一个机器战士。哎妈！雪铁如泥。前面有敌人的炮台。
老子先从这边过来行不行？妈的，老子会格挡呀！我裂空玩的好的，走位确实无敌啊！你刚刚其实我那一把格挡放的很果断，但问题敌人的炮台在那。对，还是那句话，裂空玩的好，那就是很屌。什么？你他妈过来了？哎，站住站住，大屁股站住！我操，妈的，这个大屁股萝莉就是猛。我操！哎，你知不知道我在里面吗？打我呀！我感觉我又要死了。妈的，这怎么办？突不出去呀、啊。这是很棘手的问题。战斗继续。想象是发现的本质。哎，突不出去怎么搞嘛？妈个蛋！啊，好，六，我错了。哥，我错了。感觉好多了。不要急啊，过来，耶！老子再过来，妈的干不死你，菊花都给你电烂，妈个蛋，你要跑，哎，就一滴血摸死他呀！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撕开了个口子，破了他们阵型，你们应该刚上来呀！敌人的炮台在前面，重新加入战斗。好，不要急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妈的心态要摆正。去你大爷！这是个什么鬼？啊不，错了！妈个蛋，你他妈坦克用完了是吧？老子上来电死！哎，我要吃加血的，好漂亮！感觉好多了。老子过来，哎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跟你讲，我不会这样轻易出手。然后我就来了，宝贝儿，妈的，老子近战攻击，拳头就不是武器吗？干死你！好，把这个地方占下来，妈的占下来！什么炸弹轮胎？不要！妈的不要吓我！你个狗，我电不死你！汉哥溜不溜？妈的，哎呀，跳不上去！哎，等会儿死了换成奶妈，现在确实有点缺奶。妈的，你要干嘛？跟你讲，哎呦，哟，哎呀，糟了，有个大，我不舍得换人了，我要把大完了才换人。好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金刚。我正在转移，妈的，把车哦，车在前面。哎，你把机枪夹在这个上面，我擦，那什么？前面有炮台，小心！这么厉害？妈的！我会这样玩的呀！这个猛，这个猛！哎呀，我们的其实当时我们半藏啊，不，那个袁氏应该想办法开着格挡扑上来的。他只要一个 shift 到那个后面去，我跟你讲，菊花后面一阵乱搞，哎，我操，全他妈死了！哟，错了！等人上来。好，你六，你在哪里？你在这里是吧？就可以保护。妈的，老子电不死你！看好，我叫金刚！妈的，专业突阵型，突不死你！妈的，你要跑，得罪了方丈，你还想跑？哎呦，我操，谁在狙老子？老子好，菊花好疼！妈的！看哥潇洒走一回，装了逼还能跑，真他妈刺激！呀呀呀！什么东西？我靠！妈的！这……哎，我不相信你这么快就跑了。
我去你大爷，这么溜。哦我靠，在这里啊。哎不要怕，抱紧我啊。妈的，你往那边丢了，我直接过来，好把他推下去了，气死你啊，老子被冰了，我靠，你个贱人，你个贱人啊，西吧。哎我还差多少来着，差的不多，我就不换了。妈个蛋，这个太回音了，太回音了。好，他们缺奶，看我牺牲小我成就大家。妈的，加速加起来，看我换成一口奶。好，盾牌在前，奶妈在后，我靠，干不死你。妈个屯，你还想跑，得罪了方丈你还想啊，救命啊啊，老子撞枪口了。我其实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哦不对，应该是那个机甲女，我记错了。好了，妈，把他嗨起来，冲上去，好的，好漂亮。哎，我是奶妈，不要怕，抱紧我。那个狗日的，不要去做啊，西巴靠，他变坦克了，这怎么办嘛。我想想，有一个炸弹锁，哎呀啊，再来一下啊，不行，等会儿我换班长啊，班长。哎，刚刚一玩的激动，我又忘了看你们的弹幕了。你们有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妈个蛋，老子撸不死你！我去！哎，好，班长，你奶奶个腿！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好，大白兔说没有，啊，没有。哎，关键现在接了双屏了，他弹幕跟这个不在同一个屏幕，我现在不习惯，我现在得啊，得有意识的我就要往左看，有意识的我就往左看啊，啊，但愿脖子不会脱臼。妈的，这脱了臼算工伤吗？怎么什么就还有三十秒了？即将抵达终点。老子，啊，妈的，我叫半藏，往前推。哎，厉害。啊！哎呀，就靠这个原势往前推啊！妈的，好艰苦啊！他为什么这么猛呢？妈了个臀！靠！两个人在后面围观我解说。哎，有加持啊！跪了！嗯。总有刁民想害朕，这个昵称。全场最佳。这肯定是他们那边那个吧？哇，那个兵，他那个兵是拿来保命的。哦，他被冲开，然后开大了，他就。哎，老子好不爽。看群里面这帮基佬在干什么，什么杀手号，什么什么，我跟你讲，杀手号没有这个号，他想找我要一个，我说你去找飞机号呀，妈的，真的飞机号送了我个美服的，还要送我 VPN， 妈的，飞机号屌不屌，以后你们要什么就都去送他啊，不，都去找他送，妈的，他家里面钱多的一逼。国王大豆啊！哎呦，我想想，等会儿先看他们阵容。我操！暴雪不该免费让大家测试的，小学生全都进来了。哎，你妈呀！老子好惆怅，你们这样打的应该不少。懒子，
对面还没出来，有人说不要怂，使劲送。哎呀妈的，看来他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小学生如潮水般涌来。一看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就是一款抄袭 CF 的游戏。我告诉你们啊 ，CF 里面有枪，哎，这里面也有枪，那你说他是不是抄袭 CF 的嘛？老子把枪架在这，好，前面他架个炮台，哎，太他妈机智了，拿榔头砸呀！啊，对。好，砸成双管炮，妈的猥琐猪一百年，就是不要脸，不要干就是怂啊！啊，那个死神把自己传上，哎，我就跑了，是几个意思啊？敌人来袭，哎呦，好好看正面，看正面。什么你妹嘛？我妹怎么了嘛？我没有妹妹啊，难道你要送我个妹妹吗？妈的，我怕他箭过来突我，但是他看见了什么战舰。哎，今天这个国服测试最后一天了呀，然后再出来就要等到24号了，还不赶紧撸一下啊！暴雪爸爸的游戏，妈的战舰再屌啊！妈的战舰他又不是你爸爸，这个守望先锋只要那么一点点钱，你买一艘船的钱啊，你就可以买到亲情，你就重新回到了爸爸的怀抱。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？好，等着他们人没过来，为什么不过来嘛？我靠，真的不过来！你妹，他把炮弹往那边丢。好，死神，哎呦，这个土光有点啊！什么？他把那个给怼了？我坚决不动啊，坚决不动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！好漂亮！老子一定要干碎他的屏障。妈，杀手号，你看这个好不好玩？你是不是让飞机号帮你也来一份呢？妈的，那个人跑到那上面去了，他想炸我，你们看见没？哎，我会加血的呀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幻觉？你除非开坦克过来干我。哎呦，你看，确实遇到这种很猥琐的，只有靠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单位来破啊。这种东西一旦玩得好就很溜，但是啊，然而大部分玩的都不好。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你要干嘛吧？老子炮杆都比你先架。妈，你不要逼我。吃你一锤，你先吃我一炮再说。哎，不要慌。哥都这么猥琐了，还要怎么办？我们的目标敌人正在……我靠，这要失手了！让我们好好会会我们的客人。这要失手了！啊，不要！哎。
目标点。阿西吧，阻止运载目标。妈的，就是要干死你。我去，贱人专门给我开个大，你真他妈厉害。小蛋来喽。哎，这怎么搞这种嘛。不然会被偷。好，炮台一架，妈的，这就屌了。我的炮台，再加一个。炮台一落，哎呦，坦克都来了。啊，我好惆怅。妈的，你们对现在的战局有什么看法吗？为什么哥已经这么屌了啊？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哎，又被偷了，又被偷了。哎，你刚说什么？我没看见。我现在要养成习惯看这个屏。运载目标即将抵达终点。什么就抵达终点啦？啊，这么猛！妈，你开了这个去干了！耶耶！妈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老子眼睛都要瞎了！要防止它放大啊！它放大可就厉害了。哎呀，反正那么菜，我们全部都用堡垒算了。完了，大手又大了，顶回去，顶回去。
哎呦呦呦！这一招是没办法。你真的拿他有什么办法、啊？剩30秒，胜利即将到手，守住。哎，都是给顶回去了。不就是温斯顿吗？开了那个想强行破防。我要赢了！推出去，推出去！胜利！哎呀，险胜！我靠，差点就要跪了。全场最佳。你们等一会儿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好，刚刚忘了恢复直播了。打倒啊，不，恢复录制。一直这么回来。哎，你们看直播现在画面如何呀？有没有问题？我去你大爷！太年轻了，原是在此淘汰。走起，还剩60秒。好弄啊，出不去可以。哼，飞机好跟防守号在群里面又开始发表新搞基了。这还没结束。哼，杀手号开始喊飞机好了。我看到你们了。哈哈哈，妈的两个逗逼，哎，你们自己群里面去看。我靠，托比啊，啊，他那炮台帮他办的，他本身的攻击力其实并不高。史诗，哈哈，好极了。哎，这有点难。
准备防守，选择你的英雄。防守啊，妈的防守肯定要这个死不要脸的呀。你讲妈的杀手好，这就跟飞机好两个在群里面斗的一逼。哎，我靠，不好玩是吧？妈的，那飞机好他送你一套，你觉得好不好玩？要我说，英国人在处理智能机械的问题上还是挺有一套的。要是飞机好送你一套，你绝逼觉得我操，这游戏太好玩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游戏？把他送他一套这个游戏，评价的100多，那个典藏版的300多。你肯定能干掉不少人。5 4 3 2 1，敌人来袭。妈的，只有猥琐呀，防守方的嘛。我自己还能修自己，电焊枪。来不来嘛？来不来？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看这边来了，你再说一遍，那个弹幕我没看到。我靠！为什么这个屋子里面就全是搞基的声音？然后胖子就出来了。老子有坦克，让我打坑你！哎，啊，好了好了，里面有那个，就上那个太机智了，把它焊成狗。确实很难突得进来，这个地方这个口太窄了。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坏人心啊，对面也有了，别动了。妈的，要画防御，我们可以灭了他们。他妈的，是不是要逗我？哥溜不了，
大白兔打了个六六。中国人对这个六六六其实是觉得是很好的，但其实西方世界非常忌讳六六六，他们不是忌讳六啊，他们是忌讳六六六，在他们的宗教里面那是个不好的东西。你位置卡得好，对手又不强，确实可以不要奶妈，不然的话没有奶妈就找死。但如果说我旁边有个奶妈，那简直就强大到不要不要的。哎，现在他换大血很快。妈的，老子自己会修的。我进来就直接残废了。飞机号没有什么忌讳，妈的，他是上古神豪，世界都是他创造的。妈的，老子变坦克，教你做人的道理。坦克大屌教做人。还剩十秒。妈的，重新坐下。目标敌人失手。什么就失手了？怎么就失手了吗？啊，我就没懂了呀。有狙击手。哎呦，都站好了。妈的，跟那么猛了，你们都还没弄得住。我靠，杀手豪为什么在群里面问飞机豪有没有去过呢？你们两个又开始搞基了。爽不爽啊？哟，你他妈厉害！这种东西对这个堡垒的威力还是有点大的。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还剩六十秒。妈的，教你们做人的道理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！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也是六呀！传送面板上线，我已经打开通路，运载目标使命76向你报告。这里好烦。我看到你们了。传送面板已上线，我们行动会更加迅捷。你已获得护盾，觉得我应该在这里放。在这边防身，都。
好，救水。都架在上面，你看。要不然我教你做的道理。妈的！哎呦！妈的，差点把我们打团灭了。我想死神他一旦切到后面，这个很厉害的。非常的厉害，我怎么没有奶妈呀？问题就是，我的飞的还剩十秒，一级防守，双杀，三杀，加十，还加十加你妹。好，赢了，赢了！胜利！全场最佳。那个带了个鲨鱼头，因为我又是全场最佳。那个大屌，妈的！哎，怎么这个牌里面没有我呀？我他妈全场最佳！哎，群里面在说什么嘛？妈的，什么男的女的嘛？我操，他留了个长发，头发还这样盘起来。哎呀，那是人家的性格呀。正在前往古巴尼。准备防守，选择你的英雄。防守。啊，选个半藏吧。没怎么玩过啊，试一试。哎，等会儿我先去开空调，这太热了。荣誉止于生死，救赎止于荣誉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后敌方开始进攻。盯上你了，
上弦。多好啊，多好！妖绝一手，如果我敢再给我苦劳，妈的，老子一个大过去教你做人的道理。去。我恢复了。哎呀，被他炸死了。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打败。回来，回来后面。激活！我要回到战斗了。我们要失去目标点了。雄不雄？啊！你打谁？英雄不朽。好，机甲顶进去了。妈的，菊花后面被袁氏给他绕了。不过他这个位置如果放出来，那确实放的有点好。死吧，死吧！还剩六十。我操！吓死我了！所有系统检查完毕。妈的，不敢上了吧？瞧瞧我的厉害！我没直接 A 到你们身上，算给面子。有狙击手，小心！英雄不朽。哎，不要说那么快呀！巨龙还剩三十秒了。生命近在咫尺，坚持住！不少人。我的宝贝。还剩十秒，不要放弃，快结束！加血双杀！妈的，六不六？哟，是他，看他干了什么。哇哇哇，好，复活，妈的，复活了又砍死。哎呀，那个带履带是吧，就是那个我经常用的，可以坐在地下变成那个机枪的那个堡垒，他的大就是变成个坦克。史诗得到赞扬的感觉真好。
进攻防守。这次老子改个套路。准备进攻，选择你的英雄。快开！群里面又开始黑了，飞机豪是全群最出名的土豪富二代，哼，妈的不行，我30秒后开始进攻。我们在等什么？和最出色的弟子一起战斗，我感到高兴。我也是，师父。妈的，我跑到群里面说，他明明是上古神豪，你们说话一点都不负责，富二代逼格太低了。开始进攻，占领目标。妈的，竟然说他是富二代，你这不是在骂他吗？人家那么屌，你居然说他是富二代，你不是在羞辱他吗？妈的，以前说过的呀，杀手豪，妈的吃了豪树果实，成为了上古神豪，然后妈的飞机豪开了个青岛大虾馆，就把他骗进去了。哎，我不应该往这里飘的。哈，妈的各种黑，什么比巴菲特还有钱，富可敌国。妈的飞机好像不得了了，这个样。哎呀，发现敌人的传送器，我正在占领目标点，强化这里的防御。妈的，前几天空中网采访我，老子忘了黑飞机好了，我好后悔。下一次绝壁要黑一黑，把他黑的所有玩坦克的都知道他。哎！很好，妈个贱人！什么鬼？你刚刚开的？好，站！快站！我火力全开，正在夺取目标点。不要！妈的，老子会飘！我告诉你，你刚刚开了个什么嘛？好，弄了。好多了，这预载目标早就到了。哎，够了，不要拿飞镖扎我屁股，老子马上上来教你做人的道理。哼，有前途那还不够好，肯定有黑心。我去你个贱人，麻烦你六，好，终于把这个打了。这是我的前奏。一刻，一
清楚。那这样的话要好一点，他们不会马上从这里传人出来。我要从天而降，打出一套从天而降的掌法。哪子会吃这个的呀？哦，再战停顿！哎呦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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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的，小伙子厉害！来点音乐。从墓地重生，治愈音效启动。你们今天还想不想干活了？快转移运载目标！妈的，飞机大爷又要送我 VPN 了！你们自己看群里，妈的不是老子瞎编啊！他真他妈在送啊，他自己在群里面说的。我告诉你，死吧死吧。哎呦，没弄好，但是哎，这时候袁氏进来了。找到传送器了，炸烂它！战术需要。哦，小心，他们有传送器。哎，不对，我还是要后窗。我回去把他们后台切，把他们后台切一波，很多事儿就好办了。快让运载目标动起来！就在这就够了。拔一拔小炮台。妈的，我会飘的，你个智障！妈的，老子会飘的，你个智障！智障！我去，你在车前面你都放小炮台，妈的要不要脸？运载目标即将抵达终点。妈的，不要抢我的血！你想干嘛？妈的，智障！前面有别人的炮台，老子会飘的，你又忘了？前面有别人的炮台，妈的，智障！干我！老子不跟你干！哎呦，靠，顶到这个前面了。从墓地重生。干掉炮台了！马上就要赢了。看我骚的漂不漂亮？小人，前方有一个炮台，
我操你妈的！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妈的！是不是以为我没智力？啊，有没有智力？哥屌不屌？全场最佳。哟，我靠！哎，麦克雷，妈的，麦卡里边是麦克雷了。来点依靠，哎！如今都 KO 克雷。两个，哎妈，就两个，为什么又没有我嘛？啊？这不科学。准备防守，选择你的英雄。等一会儿，我看看能不能把直播调成游戏。哎，可以。防守方的话，选这个。哎，游戏原地喊反应的要快一点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样直播快一点。妈的，为什么两个？哎，好，那我牺牲一下。我会关照你的。在光荣的战场上证明自己。你强化哪儿疼？堡垒，你会是一个完美的。这个你看，你鼠标。这样啊，他都不怎么快，但如果你一直按住其实就够了。你好，30秒后敌方开始进攻。他也就一把手枪。难道永远要用暴力解决问题？快快快快快！妈的，两个你不给活路是吧？他全都站这里，你们太他妈功利了！赶快屁股，妈的坐下！加威力，好漂亮！再给你加血。伤害增强。妈的！天使待命。好，伤血了，我不就不再奶。哪疼？伤害强化已启动。停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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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来了！来吧！链接进行中。老子可以复活的呀！我来照顾你。请你的协助。妈的！老子一会飞下来的好吗？我操！哈哈哈哈！你妈的！他肯定要气死了，好吗？
你还没想明白吗？你切不到奶吗？你搞不死他的呀？不，两个炮台了。治疗能量正在输出。来吧，英雄不朽。他的老子又复活回来。对不对？干死！漂亮。狙击机手，当心！遭到攻击，正在治疗你的伤口。关火力全开！哎，我差点就把他们都复活了。他开始格挡了，你就不能开火。那个时候他也不能攻击，那个时候你应该忍。启动。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让我好好看看你的伤势。把屁股坐下。在你身边呢。哎，大雪又回来了。放心，我奶的好你，妈的复活你！还剩60秒。贱货！漂亮！妈的，三个宝！全场最佳！在对面打你妹！这下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妈的，我那么溜！史诗非常好。我操，老子要截图去装逼。直布罗陀，直布罗陀，准备防守，选择你的英雄。防守，选这个吧。呀，哦，我一选他就换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你这种队友就比较懂。
做到均衡搭配。我们现在都是士兵了，你肯定是认错了。我记得这里发生的很多事情，有好也有坏。30秒后，敌方开始进攻，不想再等了。咱不能像原生和半藏那样直接爬墙了，所以咱们得起来吧，走一下。不过他，你看那个线路的可以快跑，这一点可以。你一点都没变老，你有什么秘方吗？你可以试试极冻，但我不知道该不该推荐给你。5 4 3 2 1，阻止运载目标。他们老在你的头上，你们没反应啊？他近距离弄，近距离他确实挺厉害。哦，这种。如果被我提早发现，他早就死了。但这样的话，我上不去那个地方。不是休息的时候。英雄不朽，但要付出代价。哎呀，擦！怎么变这么溜？哎呦！运载目标抵达了检查点。真实在是溜！我看到你们了。哎呀，这也拦不住了。这搞惨了。英
英雄不朽，再付出代价。他这个盾比那个要好不了多少。你说对了，就是合作武器。什么？我看到你了。英雄不朽，再付出代价。他一来我们那个就上去了，这给他反推回去了，又他只能通过两边过来，这现在两边都很窄，都被堵住了，也可以堵上了。我所向披靡，妈的，我要截图装个逼。还剩60秒。吃我一锤！哎，不要慌，他自己会来的。英雄不朽，但要付出代价。你放他过来好了。还剩30秒。如果这一次我是最后一个了呢？哇哇哇！厉害！死吧！死
死吧！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他的大。加时。不行，快快拦住他！他们才会怂。听不清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好，赢了。胜利。全场最佳。哼，果然是我。伤我呀，我那么屌。哎，不过他挡的也很屌，这倒是真的。什么，妈的，群里面有人说叔叔能加我吗？我他妈怎么就成叔叔了？这、哎、我怎么招得住你？这次是攻击，我选个刚线的吧。进攻，选择你的英雄。伟大领袖金正恩，这昵称简直是屌炸天。随便来个什么建造啊，什么都可以。将得到伸张。我来个狙击，哎，也行也行，也是打输出很厉害的嘛。伤害不到那个。开始进攻。发财。没弹了吧？摧毁敌人的炮台！我是把硬弹目标的双杀！妈的，哥溜不溜？炮台，我还没完呢。
要花，我来了。你们从这边上岸，我运载目标出发。运载目标被拦截。哈哈，厉害！死红玩的溜是可以进站的，不怕大虫。但必须有人来抓他，你比如像袁氏这种，我们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有一个，否则他一直在我们后面，这个也是很遭不住。这六呀！快点！哦，我的终极技能准备好了。动手！我的也准备好了。可清除战术目前情况。到我身后！一扑！丢了。妈的，你还要开大是吧？那个肯定就在旁边加了枪杆子了，就在那个里头。哎呦呦！袁氏好溜。我的传奇还没结束。哎，我的终极技能准备好了。他旁边那个在打我，不让我能敲死他。再来！运载目标停下来！我正在运载目标这儿，准备转移。哦，在这停顿！上进我！最佳，我看到你们了。
哎呦，再去上个厕所，你们等一下。嗯，呀，这么快？什么个鬼啊！正在进入魔王大道，准备进攻，选择你的英雄。进攻其实不太好弄啊，我选这个吧，其实应该选这个战斗型，它战斗属性比那个强一点。真我不惧于险，别动，听见了，手数学很弱智，哎哎，小学生来啦！啊，好，等你。嗯，30秒后开始进攻。等不及了，快开始吧！冰墙升起来吧！不要冰啊！5 4 3 2 1，我操，你们输了。开始，占领目标两边。上哟，这么厉害！逆境带来改变。就这个。Go！ 敞开心扉。哎，真好烦。炮台确实厉害，关键它狗是自动的，变成两根管儿之后，收集频率还不低。放轻松。哎呦，他还自爆，原来这里 攻击方是很容易被压制的。新的轮回开始了，能量充
你把老子逼在外面。另有一个人很丧气，我正在做取决定。哎，我本来在等自己回复，我觉得还是不行吧。我也得回复。荣誉之于生死，救赎之于荣誉。老子试试，攻击目标点。我が敵を知らん。未知不在神秘。妈，这个贱！这管子确实架得好。你阻止不了我。关键时间也要到了呀，这怎么办？我先上这边。我看到你们了。我正在占领。啊！敌人在这儿有炮台，我正在占领目标点。还剩30秒。时间不多了，加紧进攻。哎呦，这这么溜啊！这怎么办？顶着加时加一小会儿啊！哎，直接跪了。哎，我们今天就播到9点吧，今天有点累了。全场最佳。这个是对面的那个。哎呦，这溜啊！溜溜溜溜溜溜。把这个切出来给人弄点东西。我们现在都是士兵了。黑爪可以重建你父亲。哦，好，那边弄好了，我先赶紧操作，免得会被踢出去了。30秒后，敌方开始进攻。只要按计划进行，胜利便唾手可得。三、二。
守目标点 A。 就在这等。哎，妈，居然先电我！来吧，跟上我的节奏。来起来！躲过我的眼睛。再想点。这奶子你还想怎样？我们拼命挡住攻击，有没有力气？哦，嗨起来！那个残血弄死他呀，怎么会弄不过一个残血的？压大音量，哦，再战平端，帮你弄的，哦，他太大了，营造激活。互相被干死。好了，从头来过。盯上他！狙击手，小心你的头！走你！哦，开起来！哎呦，那坦克收到了吗？是这太硬了，还是就我一个人这么觉得？哦，音乐响起就不会。哦，死小子！听见了吗？还剩60秒。哦，狙击手，别停下不动。Q 地板，这是我的前奏。老子老子能不跑你忘了吗？我看到你们了。我看到你们了。我喜欢你的。还剩10秒，他们快没时间了。
全场最佳。错，正在前往古巴尼。进攻是吧？正义。重新开始，选择你的英雄。看一下我的直播，正义即将得到伸张。我厌倦了等待。他在蓄力。三十秒后开始进攻。站住！别动！我们会在光荣的战场上证明自己。真漂亮！一个人机平等共存的平台。别动！走起！目标点 A。抓了！站起来吧！填满敌人的炮台！摧毁敌人炮台了！啊，给我回上来！他给我后一下，哦，我刚刚被我坏的那么快。再来，再来！前方有敌人的炮台。英雄不朽，未知不在神。这个英雄他就没有近战技能。撞不死你！哎呦，机甲女的火力还是猛。重回战场！
雄不朽。前方有敌人的炮台。敌人回来了。妈的，原来把你顶到这上面去了。我正在夺取目标点，将来的话就加入我。我的力量不可阻挡。你去死好了。你做得好。打他那个小炮台啊，修牛打他人呢、啊、干掉炮台狙击手，狙击手又怎么样，把那个打了，炮台已被摧毁，太狠霸了，现在炮台已部署，敌人的炮台，我可以漂亮的交一个大。运载目标即将抵达终点。我一锤，双杀。这个大的漂不漂亮，把他们一下就都给干了，胜利，个六不六，全场最佳。就这几下锤的漂亮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今天就是。